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。黄念祖居士开示亲闻记。五，讲授静修捷要五则。1991年12月26日，黄念祖居士讲授于北京莲社第四集。心随佛前，这个人人都有这个心，怎么知道自己有这个心呢？这个自个儿这个心也是随着佛而现，因为有佛啊，你才出现这个心呐、啊。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就脱彼一正，也就脱彼一正显我自心。我所能看见的是什么？正是你自己呀、啊！啊。所以能跟所，你所看见的是你所能看见的。我有我这个，这是你看着你看见。这个不要现在看见这四段话，这四段话是我的所见所。我能看见四段话，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啊，瞎子不行，有个能啊。所以为什么能够看见这四个话？这有个所见在这儿，而我有个能见的这种，有个能见，能所。都啊，同时出现，就是最初就是，在黄连祖眼睛里头看到了几张这张图，这一切我们见色闻声，甚至于闻法，甚至于礼拜一切一切，都是一派能所啊。你这个所见的是佛，你不能有个能见吗？这个能见佛的是什么呀？彻底就微妙不可测，经过中三无差别的佛，能见到这个佛的，那这个能见跟这个所见是应该相匹配的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能见，所以这个观心空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。你本来这个心就是佛，那你念佛就是你这个心在那制造佛，制造佛，佛就现了。所以现在说，因为你事情在做佛，所以佛就随你的心就生出来了。啊，这佛生出来这个心，啊，是什么？内心做这个心呢？它本来就是佛嘛，事情本来就是佛嘛，是吧？啊，你心既然是这个，你事情做佛啊，做出了这个佛了，就是你心的作用，你心的作用。不正是因为这样而明显吗？行我有本心吗？所以我能够成佛见佛等等的，是因为我在做佛，我在修持。所以这个佛之出现是由于你这个能做的心的结果，所以这个就显向你的心。所以心要随着佛而现。所以我有能见人看见这个话，那前面没有话我看见什么，一下翻墙啊！所以必须前头有这个画了啊！我这个能见的这个本领显出来了啊！我有个能见，我才能看到这个画。我这个能见是由于这个画而证实，说这就是心随佛见，心是能见，佛是所见，所以是佛有心生，心随佛见，心外无境。除了自己的心以外，没有任何境界。这就是，得到了法身境界了。就是一切都是法身的，所以清净竹叶都是般若啊，黄花啊，都是法身的。原来就是一粒黄花无非法身。一红二无畏般若，清净竹叶尽是法身，都是法身，所以一切都是般若，都是法身，再归到一块儿都是法身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法身所显现。法身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的自性啊，是吧？所以佛的本体是法身，法身佛，从法身佛现出报身佛，从报身佛现出化身佛。
是佛的根本是法身，咱们的根本也是法身，没有两个法身是一个法身，所以我们根本上跟佛是同体的，所以因此才有可能成佛嘛，所以可能才有可能在刹那间成佛，就这些道理你能够进，有可能刹那成佛，根本不进就不可能了，这也很自然嘛，也没有什么奇怪，那么就慢慢的修，经过三大论七劫，一步一步的进，一步一步的进修，一步一步的成佛，所以顿渐两个就这么分的。佛不是给你分班，说你一直能这么见班，你会分班，这很自然。我能够同意，我能够接受，我能够相信。你相信这个顿法，他就当然会悟。我既然相信顿法，那我何必要见呢？是不是？就是我坚持见法，你这个顿法我不进。就说到法华的时候，那一般众生以前听不懂啊，佛很苦啊，色界天王求佛。啊、过去的佛都是啊，做三圣法呀，以慈悲法啊，就不要说华严了，大家听不懂啊。有人要说小正法吧，正阿罗汉，一步一步培养佛法，49年，最后圆满了，要告别了，把最后的这个所应当说的要告诉大家了，讲《法华经》了。这个弟子都培养的应该说是成熟了，在法华会上。还有5000人退席呀、啊！一个法国人让5000人哗啦走了，你想想是怎么忏悔的？难呐、啊，这个信字很难的、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什么呢？这么些人退下到佛寺的5000人都，释迦牟尼说退一家也，退也好吧。那我这法会就真实的存了啊！所以很多人信就他就信就不信。我这说法还要照顾他们，心外不尽啊！所以所有的尽都是由心所见，除了心之外没有尽。或者像这种达到这个深度，所以一般人就是什么禅宗的人，听说你们念佛是心外求法，这哪儿找心外去啊？心外没有尽啊，那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都是我的心呐、啊。咱还能境外求啊？那结果这你说的这境就是我的心啊，心以外没有境啊，全部是心的、啊，全部是自心所显现的啊。所以这个都是法身，从这个有情感的部分，就是啊，报身佛、法化轮佛、种种众生啊。从这个物质部分，就大地山和种种的多少种元素、多少种不同的物质，都是法身所显现嘛。没有，都是。这么来看，心外无尽，全佛是心嘛？佛也是境界里头，佛就是心嘛？这个往生问说，往生问说，极乐世界有三种庄严：佛菩萨庄严是一种，不是佛庄严是一种，菩萨庄严是一种，国土庄严是一种。我当中很庄严嘛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菩萨怎么庄严？观音菩萨、大势菩萨不庄严，庄严两大种庄严。你看看，最后世界种种庄严，种种的不可思议，种种的美妙，三种庄严，三种庄严可以设到一个法具里头。法具，说这个地方，这个教，这个净土宗，跟禅宗就非常接近了。这么多的大世界说，你入在一句话里头当中，那禅宗就一句话。不要干净，不许干净，这不立文字，所以这么听就可以知道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太执着了，但是有种种办法的，不是只这一个办法。有的人就叫你读经，不让你读经，不立文字，全佛是心呐。整个这佛是什么呢？因为净心外，除了心外没有净，是净中所有的都是心。这往生论说这三种庄严是入一法具，就是一法具。一法具是什么呢？清净具。清净具是什么？往下说的就是禅。往下说的就是禅。这一切就是一清净具，完了，就好像明流水上行，不说了，这就是禅。
他说过什么呢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就是教。我跟你讲了，所以这个一切一切就入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都入在法身里头，那不全是法身吗？是吧？所以一切也都是法身呐、啊，说佛是法身，菩萨法身，国土鹦鹉孔雀结灵平结共鸣之鸟都法身，黄金为地树林宫殿都法身呢。我说这大了，所以就南佛的父亲呐，我们微妙，我们不是这一句。虽然说佛教唯心，那光是这一句，咱们就是唯心。没有东西就是心了，唯独有心，咱们不是唯心呢？咱们不是唯心啊！佛教不是唯心，佛教不是有神论。第三句，境外无心，除了这个境界以外，没有心，这不就唯物了？存在决定意识，存在尽是存在尽，除了境界没有尽。这只要说我说到是尽的，一切都是尽的，没有尽。要说到尽的时候，全是尽，没有尽。所以我们就不是哪一边，不站在哪一边了。所以是高深的微妙就在此，不站在哪一边了。这马上话就说了，尽以外没有尽。除了这些尽外，你还有什么尽？这些镜就是你的心，所以镜都逃开了，还有什么你的心呢？一定要找个心，所以二祖找达摩，达摩那儿打坐，他不敢进洞，在大学越下越大，摸镜把腿都摸了，啊，这还摸着小腿了啊。这个又冷，山洞里头就没有就没有炉，就是个山洞，是不是啊？大雪天，河南山上那冷得极了。我说大伯就问他，你干什么？我来个人旁边站着嘛，就问你干什么？他说我求法，求法。啊，就这么轻易啊，有恭敬心的，你看。你要站着一动都不敢动，连那个腿都摸在雪里头了，还没敢吭吭一劲儿都不敢吭呢，还说不恭敬，就是重法呀，知道这个法重要啊，也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重法，尊师重法，尊敬老师，就是因为他尊重这个法，你尊重这个法，才知这个法殊胜，它贵重难得，你才会。真实的去修啊，是不是重法啊？他说你这种慢法还行吗？慢法对于法的这种轻慢的态度，他就拿出刀来断背。二祖断背就是标志我的决定，我不是轻慢法，我法会牺牲一切，把这个胳膊到时候截下这个胳膊身体大磨。不然怎么成二祖呢？说这些事情硬碰硬的，没有什么叫侥幸，所以大家谁也不要抱怨。哎呀，我人死人世间种种的冤枉委屈，就这个事儿，我写篇论文，我就交出去了，别人给他打回来了，不行。过几天在别的怎么发表，就我这篇文章换了个人，稍微改了改。是不是很多？他没打回来，他已经偷走了。他先记住了。这种文章，所以说他就是早一天是一天的。你先做出来，先成功了，你就是你的；你晚了，就知道别人。那个争辩也没用，也没有证据。冤枉啊，埋没啊，人才不见得能出来、啊。你不是说我努力就有啊？啊，还被你被人陷害、诬害种种的。还有黑手党、什么黑帮派，种种种种，很多苦恼的事情。我们信佛，你放心吧，没有委屈的事，没有任何人把你委屈屈才的事，
说你有这个财，你是真是心，你偏偏冤枉你了，埋没你了，可有这个事儿？如来续知续见啊，没有一点真实的，如来全知道啊，也没有侥幸成功的。你当方丈是可以，你有方丈夫人也可以，你坐那外头跟中国汽车不好，坐进口汽车可以，你可以的。那地狱当然也有你，早就给你排好队了，没有你的便宜。所以就是说，没有侥幸成功的，即真实嘛。感恩 TTS Maker 免费文字转语音网站的无私奉献，感恩东北口音提供者大林，功德无量，有情无情悉皆成佛。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。